我觉得木薯挺好吃的，我带病打仗的时候还吃不上砖，别挑肥拣瘦的。现在垦殖的面积离计划还远着呢，我想急速呢。民工的情绪也要照顾到。厂里这几天都出现两起我们的工人因为粮食的问题跟当地居民发生口角产生冲突了。冲突，跑他！你这劳役之长。 干啥吃的？旅长，我保卫处就那么几个人，你这不能都长三头六臂了。而且你这每天这个进进出出那么些人，你要真要我管呀，除非戒严，全部禁止外出。但是，哎，不说了。说嘛你？没有。工人不是军人，不能按照军队的办法来管理，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禁止大家外出，恐怕会闹事。 虽然又免了，咱这毕竟不是军队嘛，是吧？但是谁要是做了出格的事儿，那就得关禁闭，总比喝醉了酒在外面撒酒疯强嘛。林长啊，我同意沈教导员的意见。你说咱们垦殖场既有林医师的军人，也有工人、华侨，还有徐教授的学生。 这人员构成比较复杂，管理办法不能太单一呀。这是好办法，咱各管一摊嘛，你管你的工人，你管你的华侨，我管我的兵嘛。粮食的事情没问题，我自然会向分局申请的。哎呀，打辽沈的时候我都没见饿死过人，什么了不起啊？那你们吃吧，哎，我去了。你还没吃呢，我家里有饭。啥饭？你过来。 陈太，厂里事情多，没来得及给你做饭。嗯，就没指望你回来做。嗯，给你带回来了，吃吧。这些菜哪来的？镇上买的呀，还能哪来的？你们食堂的饭我可吃不下。以后最好不要这样。 不合适，不是怎么不合适啊？这是我买的，又不是我抢的。我知道咱们家不缺钱，可是厂里其他同志现在都在吃木薯，咱们家吃的这么好，让别人看见影响不好，你懂吗？不是管天管地管我吃饭了，我说了这是我花钱买的。再说厂里吃不上饭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林汉杰的无能。 你吃不吃？我吃不下。不吃都饿着。是，这民工自己带的粮食早就吃完了。 他们了，大家都一起吃呢。但是还是不够，这个民工啊，现在确实呢是有一些情绪啊。哎呀，这10万民工进海南，供给商一定会有压力。但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哎，政委，你听我说，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一个准信儿？什么时候能解决啊？这个我不能打包票。 想想办法，嗯。我要是能解决的话，我就不给您打这个电话了。嘿，不为难，不叫苦，不谈条件，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林医师的这几条口号，你给我好好背几遍。是。 陈政委，接广州方面通报，近期出现一些囤积倒卖粮食的现象，海南这边也有这个迹象。查，一定查清楚，看看是不是特务趁机搞破坏。是，站住，站住，站住！干嘛的呀，长官同志？这是任成泰任先生让我送来的粮食。送粮？
你们怎么进来的？就门卫就让我们进来了。不行，退出去。哎，老乡，请吧。老乡，部队有规定。哎，退出去，快点。哎，这不是长官同志，我们是受人指令到。营长，什么情况？送粮的，哪儿的粮食？说是任成泰买的，让他们送过来的。任成泰买的？对。这长官同志，这粮食确实是任先生买来的，非要让我们送过来呀。你谁啊？我是乐安米粮店的老板。思想觉悟，一夜之间跑步到达共产主义。粮食现在是多珍贵的东西啊！我张愁没米下锅呢。他既然送来了，那咱就收下呗。但是我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好，好。杨旭，到。给老乡把账结一下，然后送厨房去。是。别愣着，快快，跟我从这边走。好嘞。哎呀，哎呦，老姜，没事吧？哎呀，小心点嘛！什么慌了？我们坐回来。我急了。哎呀，不行，哎，疼啊！没事吧，老乡？哎，太疼了，长官同志。哎呀！哎，苏医生，走，长官同志。不麻烦，我回去擦点药就行。哎，走吧啊！不麻烦，送便了。哎，慢点，待会儿你们来把粮食送到病房啊。好嘞，记住了，走吧。那你们跟我从这边走。添麻烦了，没事。慢点啊。老板，你这手。以前不是开店的吗？长官同志，您算是说对了。我打过猎，种过田，好不容易攒了点钱，才开了这么个米店。啊，哎，您这手纹有点意思。什么时候还学会看手相了？瞎看的呗。别白来一趟，把垃圾桶倒了。好。好久不见，别来无恙了。我们认识吗？乐安就这么大个地方，谁不认识谁呀？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说的在理。我的米店大门朝北开，欢迎简医生随时来做客。我劝你别打歪主意。我是个生意人，不打歪主意，怎么挣得到钱呢？哎呀，明天把沙子接了就好了。嗯，好。你看你这绑完了，比刚才舒服多了。哎，走吧。哎，好。哎呀，哎，慢点啊。那我得谢谢这位啊，这简医生啊，谢谢简医生。走。卖粮的钱，人家非要给。他怎么说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说了，您不是厂里的人，不能花您的钱。装蒜，我还不知道他怎么想。他是不想欠我的人情。任先生，
我从文昌黑市上进了十车粮，今天晚上到乐安。嗯，等一下啊，岳老板，进十车卖一车囤住，再过一个月这些米就成金子了。托任老板的福。钱不够说话啊，任先生慢走。回来啦，吃饭吗？哼，这好几天都没看你笑脸了，怎么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听说你托人买了粮食送到垦殖场了。你不是嫌咱家吃的好影响不好吗？大伙儿吃的也差，我就买点粮给大家改善一下呗。你能为厂里着想，我真的很高兴。你高兴就好。吃饭吧，来尝尝。你给大家买的米，咱们家也分到了一小袋。说清楚啊，这可不是我买的，林汉杰给了钱了。那也是你买的，现在有钱都很难在市面上买到大米的。你怎么那么能耐啊，一下子就买到一车？啊，我也是凑巧，那天在街上闲逛，刚好看到粮店运来一车大米，我就包下来了。希望你以后多为厂里做贡献。我也想，就是不知道能做什么嘛。慢慢来，别着急呀。来，吃个鸡蛋。嗯。多吃点。进。哎，简医生，来，快进来。什么事儿啊？你复查时间到了，我在宿舍没找见你，我一猜呀，你就在这儿加班呢。你可真好，快坐下。这是忙什么呢？哎呀，分局的特情通报，现在全国都在闹粮荒，有人就乘机囤积粮食，制造市场混乱。这股风已经吹到海南了。怎么样，伤口没什么异常吧？我这没事儿，还挺好。这点事儿还麻烦你大晚上跑一趟。也不光是为了这个，我主要是来看看你。行行行。这情况还是头一回听你这么说。今天有点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啊？我生日。是吗？你过生日得庆祝庆祝啊。我，哎，你也不早说，我这也没什么准备。准备就真不用了。你陪我聊聊天儿，却挺好的。那不行，过生日必须得庆祝。嗯，哎，这样，我这边还存了瓶酒，要不咱俩喝点酒啊？啊，我还没怎么喝过酒呢。哎，没事儿，就尝尝吧，喝多喝少就是个意思，不强迫。哎，啊，来了，找个地儿。来，庆祝生日应该说什么来着？长命百岁，生日快乐！啊啊，对，
生日快乐！来，干！干？对啊，干杯啊！你怎么都喝了呀？你不是说干吗？你可真实在。没事吧？这个酒真的好辣呀！辣的燥的慌。那个屋里热，你把外套脱了吧。钱营长，敢问你，方玲多大？敢问你方玲多大呀？你不是保卫处长吗？你还问我多大？装什么装？哦，对对对对对。那个档案里面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25，我26，大你一岁。啊？啊？怎么有两个人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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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哎呀，这在这儿呢。哎呀，快坐下，你喝多了，这哪能那么喝呀？这是酒又不是水。怎么天旋地转的呀？住了，钱医生，哎，那要不我扶你在床上躺会儿？哎，来，来，哎，你扶好我，扶，哎，这边，哎，好，进来。我做了什么？钱医生，对不起，我冲动了。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钱医生，我要娶你，发誓，这辈子都会好好照顾你，不让你受半点委屈。知道我陈胜利这个人没什么出息，但我看准你了，我就会照顾你一辈子。你能相信我吗？Thank you.
喂，啊，林队长，干啥心不在焉的？事儿。林队长，这女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竟然把人骗走了。梁少丽，啊，我快警告你了，别犯错误。哎呦，没有，我就随便问问。随便问问，你跟简医生进展的怎么样了？嗯，算是小点小进展。谈婚论嫁了？没呢，八字还没一撇呢。但是我想奔那方向去呗。行了，你想怎么？哎，人家简医生那是文化人，能看上咱们这大老粗，你可对人好点，别辜负别人啊。店长，你放心吧，我能打100个保镖，真到要命的时候，我死了他活着。瞎说什么呢，都得给我活着。是。先生，我来给你钱。啊啊！这怎么上午有米，这会儿就没米了呢？这都没米下锅了，咋办？算了算了，明天再来吧。我这一家老小都等着。行了行了，大家回吧，明天再来吧。走吧走吧走吧，借点吧。走吧，走了走了，走吧。老板，人都已经散了。就坐不住，其他线上怎么说？老板，站台已经联系过了，他们的人已经动手了，共产党在海南的仓库已经没有企业粮食了。好，很好，等到老百姓眼睛都饿绿了，就该往共产党身上要了。老板，会不会出事啊？当然会，而且会是大事。军管会的通报里头提到，最近特务活动又有抬头，咱们保卫处不能松懈啊。对。岗呢？是啊，刚才还在这儿呢。处长，叫。梅总，处长，是我，别开枪。你们俩干嘛呢？啊！站离岗位，枪都指到脑门子上的毫无察觉。这要是特务摸上来，就凭你们两个，坑之枪早被人破坏。田江，把人带过去，过两天见面。处长，要不然你听听他们说什么吧。还有什么好说的？啊！处长，铁牛哥。别说了，俺们跟你走。
你们是到底咋回事？说话呀，吃啥呀？刚站岗的时候抓的，就因为这口吃的，擅离岗位，实在饿得不行了。今天既然被你抓到了，都是三二五营的老兵，没说的，我们认罚。 见面就算了，但我告诉你们，别再有下一次。是。哎，处长，这架子上还有半只，要不你尝尝，味道可香了。可香了？哎，我也尝尝。我也因为这口吃的，连经理都不要了吗？ 回岗！这补给再不到，这心就散了。要不先停工一段时间吧，让大家休息休息。 不能停，不能让大家闲着，明白吗？要不然还不知道得出什么事儿呢。你这是什么理论啊？不停工就不会出事啦？先不说民工，就是战士再这么饿下去，也会有意见的。要不问问你们家任成泰。 看看他有什么主意。他是碰巧撞上那么一次，咱们厂民工加上战士几百号人，要长期保证那么多粮食，只怕是有困难。要是没困难，我也不会让你去找他。好，我去问他。 回去按时吃药，多喝水啊！谢谢。院长，你也病了？我没病，我就有点事找你。什么事啊？ 那个，我们营长让我来了解一下，这大家生病的情况。哦，嗯，都是肠胃系统的疾病，还有营养不良。你没事吧？啊，我没事，我扛得住。粮食供给还没有缓解啊？嗯，上级领导也在饿肚子，更可恶的是特务的破坏还更加频繁了。 昨天海口有一个粮库被特务放火给烧了，陆安现在没事吧？表面上看起来挺平静，但我总感觉有些地方味道不对。哪里味道不对啊？我也说不上来，就感觉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儿。不过没关系，是特务就一定会出来搞破坏，这是他们的本性。 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这啥呀？这是？我去海口领药品的时候买的巧克力。巧克力？嗯。这光听说过，还没吃过呢，这个。 是苦的呀，你就当药吃吧。嗯，有点甜。这一会儿苦一会儿甜的。
像你。我就给你这印象呀，好吧。那以后多给你点甜。简医生，你生日那天晚上，我。我不想再说那天晚上的事儿。我就想跟你说，我那天晚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负责任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我知道。那我走了。今天回来的早啊，程探，有个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跟我商量？难得，说吧。你还能买到粮食吗？买粮？嗯。是你要买还是厂里要买？当然是厂里要买。我就是一个马来西亚回来的小商人，你们厂里那么大本事都搞不到粮食，我怎么能搞到？我就是随便问问，你不是认识粮店的老板吗？程太，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想给你出难题，但现在厂里战士和工人都没吃的了，捡煤的医务所都躺倒一片了。是林汉杰让你来找我的吧？是。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呀？不就说明他心里有鬼吗？你为什么总对他有那么大的成见呢？他不是一样吗？成天看我像眼中钉一样。你不办就不办，你发什么脾气呀？我当然不办了，能办我也不办。你以后要老是这个样子，怎么过日子呀？那就不过了，反正我也是你们的累赘。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实话，睡不到一张床上就别睡。程探，你去哪儿？书房，省得碍你眼。钱咱们的米不是才一毛多吗？这怎么就一块钱了呀？听我说，我这个米呀是八毛钱一斤进的，现在乐安这个市面上能买着米就不错了。不信你们看着，天黑前这米价还得涨，就弄了这点米可花了我九牛二虎之力。哎，这位大哥，这位大哥，就这，哎，我都不赚钱的。便宜点，便宜点，便宜点，便宜点吧。我真便宜不了啊，便宜我就赔了呀。这一家人都不够吃，多少天没挣钱了。大家要买就赶紧吧，这点米也是我好不容易弄来的，再不买就没有了，真没有了。这你太贵了，乡亲们！算了算了，来来来，别急别急啊，钱给我，钱给我，排好队，排好队。
来来，吃吧，带走啊，别急，都有啊，都有。孩子还不吃饭，吃不了点。你要多少？二斤。这种人怎么活呀？别急啊，都有啊，咱们按秩序来。任先生，坐。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买米去了。于老板，做生意可以，但不能缺德。咱们囤点行，但不能不卖呀。 你这几袋的米还不够卖半个时辰呢，这不是您说的吗？乐安这地方小，赚不着大钱，所以我把米都囤在了琼山海口这样的大城市。现在这边米价翻番了。行行行，知道。你抓紧时间往乐安再运一些，这乐安的百姓还有垦殖场的人也要吃粮活命的。于老板，做生意有利就行，不能闲事。你这么扎着口不卖，是要出人命的。 是，明天我就让伙计再去拉一批粮食回来，好吧？啊，对了啊，我听说了，广州那边正在筹粮往海南运，咱们那些粮食要尽快出手，别到时候砸上了。行，都按您的意思办啊，王贵儿，哎，赶紧把人家城粮食拿过来。 哎，你要多少？哎，两斤吧。稍等啊，哎，任先生，这是您的。你抓紧时间啊！哎，就按我说的办。好，放心。任先生，慢走。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王所长，任先生，好，别着急啊，后面都等着，都有啊。 不知道他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要抛粮。你记住啊，一旦老百姓来问，就说粮食卖给了垦殖场。啊，明白。垦殖场的人要来问呢，这个由我叫。还请老板明示啊。卖完了，什么时候再有粮食，不知道。 都去哪儿了？本地的估计都回家了，内地来的就不好说了。剩下的都是实在是饿的走不动道了，是吧？要么就是在医务室里头。这怪我反应慢，没及时下令让警卫阻止。哎，这哪是你能拦得住的事儿啊？人家不是咱队伍上的人。 咱也管不了人家。对了，营长，有个消息我要跟你汇报一下。我最近让铁牛暗中调查这个乐安镇还有没有私藏粮食的。他说他发现任成泰在粮店跟那个于老板聊了很长时间，走的时候还拎了一袋米。我觉得关系不一般。你的意思是任成泰有可能参与囤私粮？ 这个也不好说，现在下结论也太早。我就是跟您反映一下这情况。这是个大事儿啊，咱也不能冤枉了人家，必须拿到证据，尽快去查。好。什么声音？这么吵吵？
年糕还有乐安镇的百姓来咱们厂里闹事了。谁让你们进来的？来，那个乡亲们，出什么事了？别着急啊，慢慢说，一个一个说，怎么了？林厂长，我们几天都没饭吃了。对呀，林厂长，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我们就是想来问问你们垦殖厂，为什么要给我们乐安的百姓抢粮食吃啊？降一下，我们垦殖厂怎么会跟老百姓抢粮食吃呢？你们听我说，这个现在海南全都粮荒，我们这儿也没粮食吃啊。林厂长，你别再糊弄我们了。米粮店的粮食啊，这一天比一天贵呀。这下好了，现在米粮店有粮食了，我们想啊，贵就贵了，要活命要紧啊。可你们把这粮店的米都给买走了，你们这不是不让我们活了吗？对呀，要不要？